人都会有情绪，若不懂得适时的疏导，轻则败坏情志，重则没完没了使人崩溃。烦躁、压抑、埋怨等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只有了解他们，才能管理他们、控制他们。名家论坛即将推出情绪管理，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将与您一起辨认情绪、剖析情绪、管理情绪。我们都是一方面学习一方面长大的，所以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都积累了很多怎么样使我们情绪稳定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但是各有不同。我们常见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弄个沙包，然后把你怒气都发泄出去。其实这在日本是很多的，日本的公司都会有一个小房间，然后里面有稻草人，上面写的这个上司的名字，然后你不高兴你就哐哈哈打了，然后出来就比较情绪好一点。可是中国如果设这样一个，谁敢进去？我问你，谁敢进去？你明明进去整理房间，你都被人家误会说你看又进去来的，他是没有用的。日本人他敢，因为他进去完了，大家认为这是合理的，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弄一个目标，让你把你的愤怒、把你的情绪不安宁整个发泄出来，这是什么方法？还有写信，这是很常用的方法。当你很气某人，气到晚上睡不觉的时候，你就拿一张纸就开始写：某某，你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蛋啊，你怎么写一大堆，反正你想骂的统统写下来。可是我希望你不要马上传真给他，也不要马上寄给他，不要，写完了好放在那里，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再会让你觉得可以。这是什么心情？为什么心情？记住，人在气头上，人在高度的激昂的情绪之下，你是相当不理性的，你是相当的。你看往往那个事过境迁，你会觉得那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写一封骂人的信，但是过后你会把它烧掉，把它撕掉，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人是一听不对他就自己出去散步啊。我希望可以知道你跟你的顶头上司啊，这套办法是可以用的，就是当他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做不到，或者你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就借故溜一溜跑一跑，让他找不到你，他就知道你有意见。然后他问你有意见你还说没有，他就会自己去改变，说那我们这样好了，这是非常有效的啊。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啊，如果说夫妻吵架，那么你就出去啊散散步，然后再回来。当情绪一稳定，其实很多天大的事情你都会觉得还是算什么，但在气头上小事都会变大事。所以我也倡导很多夫妻啊要注意，就是说养成习惯，当你的另一半啊声音很高的时候，你又不要跟他高，你不要，我们现在都这样，你大声我帮你啊，我更大声他更大声又大声，就不可收拾，就不可收拾。假定我们平常都知道对方大声你就小声，对方再大声你就更小声，他就会小声下来，就会慢慢小声下来，他一定有这个效果。就好像你跑到人家家里去，你一开始说有人在吗，他就说在这里了干嘛，一定的。你说请问有人在家吗，他就说有什么贵事，他会按照你的标准来回应你，因为这是刺激跟反应的一种频率问题。还有你出去啊，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踢呀、把它弄啊，找个出气筒也是可以。还有人是出去啊借玩那个啊，日本人叫做 pachinko， 就是那种弹珠啊，那也是一种发泄的办法。我是觉得一个人一定会找到一种消气的方法，但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这些都是治标的，短暂的时间你会消一消，后来越想越气，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同时这种方法用久了也没有用，
啊，第一次写信的时候，你会认为是真的，你会也当以为是，但第二次会自己笑自己，你写了半天还不是不记，你写上干脆打电话去骂好了，你也完了。所以这种治标的，我是劝各位啊，少用为妙，啊，因为他都没有摸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没有，啊，可以说是徒劳无功的，啊，就好像你睡不着，人家告诉你，这个要数绵羊，对不对？数数就会睡觉，结果你越数精神越来，数到一千只都还没睡，那你不很气吗？很难，很难，啊，这些都是治标的本分。我们要让心情变好，其实不是很简单，除非你找到正确的方法。我们经常讲，我要使心情变好，但是好不了多久，它就更坏，它就更坏。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可以看每一个人，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是要跟家人好好相处的，都没有人说回家要大发脾气的。但是一回家就发脾气，一回家就发脾气，一回家你就看到不顺心的事情，你就发脾气。我们要再提醒各位，中国人是很容易发脾气的民族，很容易。我们情绪非常不稳定，嗯，因为我们太敏感，啊，一句话其实没有什么用意，你总觉得人家是针对你来的，啊，应该有人说，哎呀，最近啊，有人啊。就买的很多漂亮的衣服，好像要炫耀自己。其实他讲别人，你马上想到自己，是不是我这样？那我这样干你什么事？结果你骂他，他觉得很奇怪，我又没有讲你，有没有骂我？说你就是骂我。你看这种事情太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你糟糕了。啊，西方这种事情比较少。因为西方人不太去管这些事情，中国人在这方面花蛮多的精神。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太会直截了当跟你谈问题，都是用这种旁敲侧击的，然后啊来暗示你，来提醒你。所以你在中国社会如果什么都很麻木都没有反应的话，人家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没有办法跟你相处。我们到最后会走上借酒浇愁，但是最后呢，你喝到醉的醒过来更愁，不是办法。我有一个故事讲给各位做参考。有一个先生每天回家都要喝一杯酒，妻子就认为你这样天天喝酒，你会养成坏习惯，你将来终究会酗酒，不好，很反对。先生不听，每天他就是倒一杯酒就喝了。那个妻子就很生气，老讲你不听，那我也来喝，他也来喝。所以当他先生倒了一杯酒的时候，他也自己呱呱呱，他也倒一杯酒。先生喝了一口之后，他也跟着拿一口，然后他说哈，酒这么难喝啊。先生说，你到现在才知道，你以为它好喝，你没有想想这么难喝我天天喝。你又在骂妻子，不是你我会天天喝酒，你还怪我。我想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社会是经常发生的，经常发生。我们有话不方便直截了当去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西方人是可以开门见山就说，所以我们现在学了一套西方的，就是说我们开门见山来说，到最后都是吵架的，到最后都是没好结果的。我希望各位一定一定要记住，人是不能看破的，一看破你就很消极，你就无所作为。但是人是不能斤斤计较的，人人斤斤计较你就时时不愉快，常常痛苦。人要怎么样？要看开，不能看破。很多人把这个分不清楚，认为看开就是看破，大错。人要看开，看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常常倒霉，我不会，就
就这次嘛，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人家也碰到过，只是他碰到的时候我不知道而已。你就不会那样子说，哎，怎么别人都那么好运，只有我这么差劲。我希望各位了解，当别人遭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们经常不在场，我们经常没有看到。当一个人在家里受那个病患的困惑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看到了，可是你知道自己了。一个人出来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总是装笑容，讲话总是很有精神的样子，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病过，你怎么知道？因为当他病的时候你根本不在场。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挫折，都有各种不同的坎坷的遭遇，你才会长大，你才会长得大，而且你的体验才会广，否则连体验都没有了，那你还谈什么呢？所以我们这里提出三个字，叫做平常心。平常心听起来很平常，但实际上很不平常。什么事情来你会当作这无所谓，本来就这样，没什么稀奇，你的情绪就比较不会。比如说有人他去教会听这种传道啊，现在基督教也开始进来了，那牧师就讲了，当有人打你的左耳光的时候，你要把右面给他打，你就没事了。我不知道你听了这话你会不会接受，说当人家打你这边的时候，你说来这边也打一下，有这种人吗？但是他们牧师都是这样讲的，当人家打你左耳光的时候，你把右面也给他打，你就不会生气。哎，这个人听完以后他上去啊，就啪一下就真的打那个牧师，看牧师怎么办。牧师没把他自己敢讲过，只好给他打，他啪一下就打，他就出去了。结果牧师就从后面跑上来，两只手打他的头，咯咯咯咯咯咯咯。他说你怎么打我，他说圣经上讲的，我们的愤怒要发泄在敌人的头上。我在说什么？我在说，说的比做的好听。不要那样子，不要那样，你讲的太高调了，讲的太好听了，不切实际。人不可能不报复，只是不要过分，这样就好了。啊，人家打你，你完全不当一回事，那就很皮嘛，这个人很皮嘛，那人家就把你不把你当一回事了。啊，你还是要计较。但是看当时的状况做适当的反应，这是我们所要学的。现在人更可怕的就是除了酒以外，除了烟以外，他会用毒品来麻醉自己，这是人类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啊！而让毒品当时会麻醉是没有错，但是当它过了以后，你就养成一种瘾头啊，你就会陷入一个很可怕的地步啊。因为当初发明这个东西，我倒请问各位，为什么我们会发明这个什么迷魂剂啊什么的，为什么会发明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很坦白讲，当初发明这些药品的时候是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当让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躯壳啊，让你去感受一下，其实是这样。而现在大家就忘记了做那个工作，就来这里乱动。任何一个东西会产生，一定有它的原因，而且刚开始多半是很正当的，是后来越来越乱，越来越乱，然后才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我想这是人类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东西。你不可能平白去制造一个害人的东西，大不会。因为我们制造刀本来是要切肉的、切菜的，我们绝对不是说我制造刀要杀人，大概不会。除非是兵器，那当别论。但现在我们会拿菜刀、菜刀杀人，那是人的问题，不是工具的问题。我们抽烟、酗酒，还有一种更妙，就是不正常的性行为。哎呀，
明天呢、啊、有重大的会议，压力很大，然后就跟妻子讲，来，那我这个疏解一下。很多人是这样啊，碰到这个太太月经来的时候或者什么的，他就到外面，他要发泄，第二天才能够情绪稳定，没有这回事。但很多人都是找借口啊，所以我们经常啊找这些啊自以为是的方法。我今天要很坦白讲，那不是根本的方法，不要把它当真，否则自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以后，你害的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希望各位改变一下，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有四个字：调整心态。就这个办法，那个心态你自己可以调整的，你跟外面没关系嘛，那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嘛，所以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嘛。只要你心态一改变，整个情绪就改变，就不一样。这句话非常重要哈。我们长久以来认为我们是被事情所困扰，其实不对的。我们是被你看待这个事情的观点所困扰，是你自己在困扰自己，而不是外界的环境在困扰你。不是，讲清楚了。我有一次坐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人过来打开行李箱，那个时候还可以带酒啊，一瓶威士忌啪一下打到我头上。那一般人一定站起来，要么要求赔偿，要么跟他没完没了。我真的没有，我摸摸头，我只想幸好没有打破，打破我就完蛋了。然后他说对不起，就说就这一次，不要下一次，我也受不了，就没事了。你想看，你打他也没有用，你要他赔又赔了，人家就说你看趁机要钱嘛，趁机要钱嘛，你能要几个？没有人会认为说你的头他应该怎么赔，没有人这样讲，就说你看又趁机要钱了，那我更糟糕了，我拿不到，又背了个黑锅。我真的心态一调整说，幸好没有打破，打破我今天完蛋了，那整个就化解掉了。当你摔一跤的时候，你第一个心想，哎，骨头居然没有断，他就没事了。你一起来就不知道这样那样的，你全完了。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很多妈妈的教育其实是错误的。我们一直教小孩摔跤要在地方打他、踩他、骂他，这是不对的。他就开始有情绪负债了，情绪负债。但是你骂小孩也不对，你要叫你小心，你不小心，你弄弄弄弄也不对，他就开始有罪恶感了。每次都觉得我不小心，我没有听妈妈的话，也不对。当一个小孩摔跤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动，也不要说话，让他自己站起来。他实在站不起来，这时候你才问他有什么地方痛啊，怎么样，你就事论事，不要谈到情绪问题，他就不会引发这些情绪的反应，他不会。然后你告诉他没有关系，谁都会摔跤，妈妈以前也摔过啊，只是以后要小心一点就好，这个没有关系。他好像没有什么情绪负债，他没有。你看一个人吃了亏还要挨骂，做错事情他就感觉他有罪恶，这都是我们后天教育不当。我们不是被事情所困惑，我们是被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所困惑。你要把这个重点搞清楚啊！我们看待事情的那种观点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不是不能控制的。你自己一改变，那整个就改变了，嗯，对不对？你去买一杯酒来喝，一喝很难喝，看你怎么反应。你就第一个想到我上当了，我这个钱要回来，我吃亏了，那你也很不愉快。哎，你如果一看这个，哎，居然有这么难喝的酒，我还以前没有喝过，那就没事了。还什么事？因为钱已经花了，根本收不回来了。你就增加生气嘛。然后记住，以后买酒可能要
可能要先倒一点点品尝品尝，然后再决定，不要一口气这样决定，你就得到教训了，那你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事情。一个人现在已经把这说得很清楚，你对事物的观点你是可以控制的，可见情绪你是可以左右的，你是可以管理的，不是说我没有办法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你就很能够有效的稳定你的情绪。我们治本跟治标其实可以同时并进，因为一开始就要走到治本很难，但是比较难，那要一段时间，要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当你人都有一个期待，人对未来有一个期待，我今天跟谁见面，我期待他是容光焕发的，他是很欢迎我的，他是不用我开口他就主动照顾我的。但是当你看情况不是这样的时候，第一个你很失望，第一个你很愤怒，第三你觉得你自己运气很不好，那你整个情绪就不好了。相反你调整一下，你说我幸好这个时候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跟以前不一样，我如果不来我可能不了解他，我想帮他忙也无从保起，那要我这个朋友干什么？我来得及时，我应该把我的期待放在一边，我应该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照顾的没有，全部都改过来，全都改过来。当你的小孩成绩考不好回来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以前也曾经考得不好过，哎，这时候你就完全改变了。你说孩子考一两次不好没什么稀奇啊，你不会常常这样的，那就好了吗？因为他有一个期待，就是我做错了，但是我不希望你骂我，我希望你鼓励我，希望你给我机会，他一直很期待，你正好吻合他的期待，大家都很愉快。他有一个期待，我想大概没有人期待说我考得不好我会挨打我会挨骂，大概没有这种期待，大概没有。所以那个小孩子会越来越皮，越来越不听话，其实都是父母造成的。我希望各位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调整你自己。我们再说清楚一点，我们对外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对自己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如果你连自己怎么想你都控制不了，那你对其他根本更不用谈，更不用谈。我要这一杯水它的温度符合我的需要，那是很难，因为它随时在变化，它有的时候冷得很快，有的时候冷得很慢，因为天气的关系。我对它不要有期待，我能喝我就多喝一点，我不能喝我就等等再喝，我就不会受它影响。我相信各位已经听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寄托在一个没有办法掌握没有办法控制的基础之上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管理的，那谈不上什么情绪管理，因为一切都是别人在操控，一切都是外来的干扰。我问你，当外面有车声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管制它吗？当你的手机随时响的时候你又能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你为什么睡不着？就是因为声音太吵，那你又能怎么样？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环境，你要求别人配合你那是高难度的，几乎不可能，所以你就改变自己。当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刺耳的时候，我讨厌它没有用，我也改变不了它，我改变自己什么？我就试图去听所有的声音。当你要去听所有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听不到这个声音，那你就没事了。王贞治是我们在日本
华人当中打棒球打得最好的人，所以他很有钱，他有100套西装，每次要外出要穿西装的时候，他都搞半天，不知道穿哪一件比较好，因为太多的选择就等于无从选择。他每次都在那里很不高兴，闹情绪。其实他就要改变一些观念，说你穿哪套西装根本没有人注意你嘛，谁注意你？我抓了就穿了，我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嘛。我们老以为别人很重视我，其实别人怎么会重视你？啊，你看这里有点小伤，总觉得所有人都看到，全世界都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人看到你了。你不说谁看到你？每次问人家这里难看吗？人家说是难看，你就很气。你说不难看，假的。但才能跟自己过不去了。你根本不要问，人家也不会提，那就没事了。我想我以前讲了很久，人是自己找麻烦，一切的麻烦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我们既不是为别人而活，也不是为自己而活，都不是，都不是。我们不要很在乎别人，也不能不在乎别人。我想这些东西我们逐渐会把它理得很清楚。我们一向最大的感情负债就是我们分得很清楚，而实际上我们是分不清楚的。我想就这么简单，只要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态一改变，越正确你的情绪就很稳定，就很稳定。你出去碰到雨你也很高兴，哎，这个时候来点雨啊，树木啊，大地都好，我淋一点也有贡献。啊，不是啊，我出来的时候怎么会下雨？为什么你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下雨？哎，老天下雨怎么没有跟我商量商量呢？他为什么要跟你商量？这样就对了嘛，一切的苦恼都是自己找的，一切的不安宁都是自己搞出来的。这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各位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安宁都是自己给自己找来的麻烦，你要想办法去摆脱。唯一的办法，改变自己的心态。比如说人家端上一碗面来，你不要说他一定要好吃，他为什么一定要好吃啊？他一定要符合我的胃口，他为什么一定要符合你的胃口？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哎，你说这个很好吃啊，他就真的越来越好吃，完全看你自己。你的心情会改变一切的感受，会改变你自己的情绪，这是你可以掌握很方便而且很有效的途径。谢谢大家。